始呢，就是得知就是面包没办法使用条码，就只能进行人工结账。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我们就是有在学习跟 AI 有关的技术，然后这也有老师提到说，现在 AI 在各个领域都非常的发达，因此我们就使用 AI 的视觉辨识来代替人工进行面包的结账。然后我们就从编写程式开始，然后再自己买材料制作硬体，然后将它结合在一起，并最后制作出我们的 AI 结账系统。然后这个作品也在今年的世界赛就是拿到金牌以及台湾白金奖。对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因为我可以，是很方便啊。对，这个时候可以。他说他这个可以直接到后。对，就是他们写的程式啊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做，甚至我一行都可以发。哦。对，他们是自己写的。画很多时间在里面，我有讲一行，对，但是他们要自己写。我的理念就是我不会帮你做，因为你要很多东西才会成。对，所以他们开始写，当然后来也开始，对，后来管理这边开始去改，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真的好，店家现在就选择来，对，比如说我今天做很多人访，或者要多开几张桌，我们接到我们机构的关系，就是你是有点是训练。